新命记第十二章一节，恁在世间一生的日，被耶和华恁列祖的神所赐恁作业的地，就接受尊敬的律例典章，就是这的。恁要将所赶出的国民，侍奉神的各所在，无论是伫关山、伫小山、伫搭青翠的树下，拢得毁坏。三节，也得拆毁因的祭坛，降碎因的雕像，用火烧因的阿舍拉，挫因雕刻的神像，也将迄个名对迄所在除灭。恁唔通照因安尼来侍奉耶和华恁的神。五节，独独耶和华恁的神对恁各支派中选择什么所在，做立伊的名徛起的所在，恁就得去遐求问，将恁的烧祭、平安祭、十分之一的米、甲手里的谷祭，以及献愿的祭、甘心的祭，以及牛群、羊群中头水生的，拢得带到遐。七节，伫遐耶和华恁神的面前，恁甲恁的家属拢通食。佮因为你手所办一切的事，得到耶和华你的神祝福，就拢欢喜。八节，咱今仔日伫遮所行的，是达人行家己眼中看作对的事，恁将来唔通安尼行，因为恁还未到耶和华你的神所赐你的安息地，所予你的产业。十节，纵使恁过约旦河，得到徛起，伫耶和华恁的神予恁承受作业的地，佮予恁太平，无受四围一切的仇敌扰乱，安然徛起。十一节，彼时要将我所吩咐恁的烧祭、平安祭、十分出一分的米、佮手里的谷祭，以及对耶和华所许愿献一切好的祭，拢得带到耶和华恁神所选要立作伊的名徛起的所在。十二节，恁甲囝儿、罗伯比鲁、甲踮伫恁城内无分无业的利未人，拢得伫耶和华恁的神的面前欢喜。十三节，你着谨慎，唔通伫你所看介意的各所在献烧祭，独独耶和华对你迄支派中所选的所在，你就着伫遐献烧祭，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。十五节，总是伫你各城内，拢通照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福分，照心所爱，太精神食吧。无论清气的人，无清气的人，拢通食，就亲像食莲蓉甲鹿一般。十六节，总是唔通食火，就拼伫地里，亲像拼水一样。你的五谷、新酒、甲油的十分之一，那是牛群、羊群中头水生的，那是你下愿献的、甘心献的，那是手里的谷子，拢唔通伫你的城内食。十八节，独独伫耶和华你的神的面前食，伫耶和华你神所要选的所在，你甲囝儿、罗伯比鲁以及踮伫你城内的利未人，拢通食，也要因为你的手所办的，伫耶和华你神的面前欢喜。你着谨慎，伫你所踮的所在，永远唔通放杀利未人。二十节，耶和华你的神照伊所应允开阔你的境界的时，你的心想要食肉，讲我要食肉，就通照心所爱来食肉。第一节，耶和华你的神所选要立伊的名的所在，那离开你真远，就通照我所吩咐的，将耶和华赐予你的牛羊出来抬，通照心所爱伫你的城内食。你食迄个肉，要亲像食莲蓉、甲鹿一般，无论清气的人、无清气的人，拢通食。二三十，独独你着心意坚定，唔通食火，因为火是活命，唔通将火甲肉煞食。二四十，唔通食火，着拼伫地里，亲像拼水一样，唔通食火。安尼，你惊妖花眼中看作对的事，你甲你的子孙就通得福。二十，独独你分别做成的米，
甲你所下愿的祭，就带到耶和华所敬的所在，你的烧祭、肉甲血，拢得献伫耶和华你神的坛顶。平安祭的血，就摒伫耶和华你神的坛顶。平安祭的肉，你家己通食。二八节，你得接受听从我所吩咐一切话，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作好、看作对的事。安尼，你甲你的子孙就通永远享福。二九节，耶和华你的神将你所要去赶出的国民，对你的面前争夺，你得到因的地徛起，那时就得谨慎，唔通伫因独别了后，对因的歹风俗陷入落网，也唔通探听因的神讲，即个国民安怎侍奉因的神，我也要安尼行。三十一节，你唔通对耶和华你的神安尼行，因为因对因的神。惊耶和华所痛恨、所厌恶一切事，甚至将家己的子儿用火烧，献予因的神。既然我所吩咐的，恁拢得接受来遵行，唔通加添，也唔通减少。